在永胜县光华乡，在百草坪村，有朱某林四名村民，在永胜县光华乡百草坪五兰河水域使用电鱼器进行捕鱼，当场被光华派出所民警巡逻查获，其中查获电鱼器一套，西林鱼34.3千克，其中存活108尾西林鱼，经民警计量称重以后进行放生。然后我们又对四名嫌疑人进行了一个讯问，其中朱某林以及朱某全两人是长期多次在长江禁渔期间，在那个五兰河水域进行一个用电鱼器的方式进行电鱼，然后他们还把那个捕获到的西林鱼进行了一个售卖。长江禁捕工作开展以来，全市公安机关同农业农村、环保、水务、市场监管、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密切配合，对非法捕捞、违法犯罪进行严厉打击，同迪庆、大理、楚雄等地的联合执法行动，努力形成共治共管的局面。